受咗咁耐呢啲黑暴，所以我哋覺得好煩，快啲恢復平靜正常生活，當然係必要啦。我哋希望快啲添啦。又打警察係嘛？又打市民，上次投票好多老人家驚俾人哋打，唔夠膽出嚟投票啊！香港俾佢破壞成點咪，應該要立法啦。香港是我們的家，我們一定要支持香港。繁荣稳定，为了祖国做一点贡献。实在乱得太耐了，再落去根本我觉得仲会伤害香港。而家一次过去解决个问题，令到我哋再以为即系翻去一个正常嘅环境，我觉得系好差。而家香港系完全唔系我熟悉嘅香港。